Hello， 早安大家！我们今天来到的 Karawaza Forest， 离我们家非常近，非常大的一片森林。我们要来什么健行吗 ？Bushwalking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怎么样。听说有蛮多不同步道了。那我们从我们最熟悉、最知道的一个入口进去，看说这边怎么样。听说这边也有 picnic 的地方，然后还有像是湖之类的东西，有水、小溪什么。然后我们就看说这边景色怎么样吧。OK，Let's go。然后加上今天爸爸背了新背包，因为一直被妈咪念，就是买了一个可以。就是喝水的，就是有一根管子直接可以吸的，然后一直被说啊，你买了，然后那个地方很占空间什么什么的，那我们就今天拿出来用，看它好不好用，容量不错，我连我空拍机都放进来了，加上啾啾的一些 nappy 什么的，通通都塞在里面，还有食物，然后我们就看说这样一天背起来，然后不推车推啾啾，我们用背的，用走的，看一下今天的体验怎么样吧。OK，Let's go。才走了一两百公尺吧，已经大概花了30分钟，因为这边摸一摸，那边摸一摸，这边研究研究，那边研究研究。啾啾对很多这些植物其实蛮有兴趣的，刚刚去研究了一下蕨类，然后又研究了一下松子、松果，然后又这边摸一摸，还有树皮啊，研究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树皮，其实还不错。这边步道来讲的话，上面很多的树，树荫很多，不会像有一些步道就是整个曝晒在大太阳底下，然后就是基本上找不到遮阳的地方，这边遮阳的地方蛮多的。虽然说我背这个背包后面也是就是汗流浃背，整个都是湿的了，但是相对来讲这边舒服很多。真的不是，基本上我们很少，明明我们就是住在这旁边，明明就住在 Karawaza Forest 旁边，但是我们就从来没有来过。它其实这一片森林，如果你从地图上面看的话呢，其实非常的大，甚至已经感觉整个看起来比整个 Callanville 还要大很多。那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步道。有不同方向的，那我们今天选的算是比较短一点的步道，然后等一下会有希望会看到有水，什么 lagoon 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吧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太热了，就是可以背他一下，但是背太久的话，我跟他我们两个都是汗流浃背，我前面湿后面也湿了。
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现在出来啊，就是现在每个 weekend 都尽量想要找，就是出来走一走不同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可以去的地方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说我们可以去哪个地方去遛娃，是吧？那当然就是，其实他是年纪还是有时候想要人家抱，要不然就是要推车。那自己走也是会走一段，但是如果太难走的路的话，有时候反而是爸爸妈妈负担比较大一点。那所以我们其实像这个地方蛮合适的，就算如果你真的想要推那种推车进来还可以。那如果说就算自己走他也不会太难走，抱的话因为也是平地比较多，所以也不会相对负担比较小一点嘛。那当然我们就是尽量开始到处去找有什么这种 bushwalk 比较合适去走的地方。 OK，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我们等一下就往回的方向走，然后其实我们也出来走了有2个小时了吧。那他应该等一下也快就累了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往回走，然后就回家休息。走回来啦，你有没有累累？好不好玩？等一下你要不要睡觉？然后睡觉，然后我们吃午餐 ，OK？ 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不错，蛮推荐来走一走的啦，就是当做运动。当然，就是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热，这里面好像没什么风，就是比较闷一点，比较闷一点。但是如果说天气气温像今天还算 OK， 快30度，还可以这样走一走。我们这样走了。还行啦，就是只是流汗流比较多，但是真的不会说像以前40几度那种，那个真的是疯掉了。那来走这样我们走了2个多小时，其实还不错，然后九九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 discover， 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那要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我们下去别的地方再去 bushwalk 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，九九拜拜。